大家好，欢迎来到仙家老板娘带你吃好料，我是仙家。今天我带大家吃位于槟城乔治市 Georgetown My Own Cafe 的槟城阿萨姆拉萨。顺带一提的就是，他们的店啊是刚刚入选为2024年米其林指南的推荐名单之一哦。My Own Cafe 呢，其实它是一家比较家庭式温馨感觉的一个餐馆，主要售卖是槟城阿萨姆拉萨、拉萨冷妈和炸春卷。此外，因为老板的父亲本身是巴巴牛尼亚血统，所以他们在烹饪的时候会使用一些 Peranakan， 就是巴巴牛尼亚的烹饪手法来准备食物给食客哦。他们家的阿萨姆拉萨对我来说与平时吃到的比内阿萨姆拉萨有一些不一样，他们主打清爽的红色汤头，然后恰到好处的配合了均衡的酸和辣的味道，再配上一点点的薄荷叶还有黄梨，味道是蛮独特的。现在大家不需要驱车远行，也不需要等到老板开档才来尝到这一碗美味的 My Own Cafe 阿萨姆拉萨或者是拉萨勒玛，只需要到我们 GoTasty 网站下单，就可以把这一份美食送到你的家门口哦，快来下单。